历史上持续最久的疫情就是超过200年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那么隔离打击最大的是什么行业？疫情后对马来西亚的影响，老实说这个主题涉及面很广，不能单单说马来西亚，因为这个事情跟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起。别划走，视频很长，但看完的朋友们肯定受用。这次疫情已经创造了很多个历史记录，它是自西班牙大流感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流行病，它导致了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停摆，它创造了 OPEC 成立以来最大的当日油价跌幅，它促成了历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央行干涉，它让89岁的巴菲特一个月内见证了无数个人生的第一次高传播、长潜伏、弱致命、强护理，这四个特征直接击穿了最发达国家的防疫体系。目前再先进的国家也只有隔离这一招管用，所以全球就那样的被隔离了起来。那么隔离打击最大的是什么行业？答案肯定是服务业。服务业对现代的经济有多么重要？其实越发达的国家越依赖服务业，马来西亚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了 50%， 达到了 58%， 英美法德服务业已占据 70%-80%， 这就代表越发达的国家疫情打击越严重。目前全球经济被打击到什么程度呢？国家银行和 IMF 给出了全球2020年经济跌幅在 3%，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2009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跌幅也仅仅是 0.1， 所以这次的疫情爆发直接导致各国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美国的跌幅是 3.5%， 欧洲跌幅 6.8%， 日本跌幅是 4.6%， 而马来西亚2020年全年跌幅为 5.6%， 创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跌幅。封城一天的经济损失高达24亿马币，也就是6亿美金。这次的损失规模可说各国都在面临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看数据太过于表面，我们再深挖一点，这次疫情真正致命地方是它持续的时间足够长，长到足以引起其他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足以促使整个世界发生相变。人类史上能够在短时间内重构整个社会的只有四件事情：饥荒、疫情、战争、技术革命。而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疫情和技术革命。在《第二次机器革命》这本书中有提到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是一个万物复苏、万物进发、万物生长的时代。白话的说，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200年前的进步是按年并进，20年前是按月并进，而现在这个时代则是按日并进的。按照这个逻辑，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1月30日宣布疫情延续了超过600天，是不是就相等于延误了600年的文明进步呢？历史上持续最久的疫情就是超过200年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漫长的黑死病瘫痪了欧洲经济400多年，但也导致了欧洲社会后续发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文艺复兴、纺织业兴起、庄严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的萌芽，最终催化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次的疫情是否也能让马来西亚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循环呢？客观地说，疫情的确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生态，打破了我们过去的消费习惯，延伸出新需求和新供给，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马来西亚新一轮的商业升级、电商的崛起。纵观马来西亚2020年的零售总额下降了 5.9%， 但2021年时电子商务收益爆发性的增长了 30%， 贸易出口增长 30.2%， 进口增长 21.1%， 人们已经开始习惯在线上购买生活所需，甚至线上买菜在家做饭，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回不去了。
以后很多聚餐的场景会发生在家里，而外卖行业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发展。人类一切的行为都在迅速的转移到线上，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迅速的线上化催生了一个新多元世界，就比如说原本在柜台卖口红的销售员，最好的销售员也只能赚到普通人5倍的工资，现在直播卖口红能赚到普通人10000倍的收益。在这个多元的线上世界，是一个极端化的世界，10%的人会赚走所有的钱，而90%的人什么都赚不到。疫情加速了平态世界向极端化世界的迁移，现实世界不断融入线上世界，线上的 IP 越来越真实，这也大大促进多元化的到来。用视频类和文字类的内容做对比最为直观，真人视频的讲解内容比文字的表现手法多了太多，也更直接。新冠产生了马来西亚阶层的分化，富人和穷人的走势截然相反。从疫情开始，国家就放水推高金融资产价格，而持有金融资产的人大多数都是富人，因此大灾难之中，富人的财富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大涨，穷人因为缺少金融资产收入大幅度降低。 LV 门前排起了百米长龙，有人却挂起白旗，需要支援。这种分化未来还会持续加深，这就是 K 型复苏。 K 型复苏本质就是分化，那么分化的导火线就是大放水，放出来的水都流到金融资产，那汇集的人肯定是富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能力的人开始利用国家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和免除一些房产持有税的优势大量买进。2021年第二季度的住宅房产成交量对比2020年第二季度上涨了40%。另外，因为疫情的影响，造成建筑材料短缺，造成了涨价达到75%。看准机会的富人拿着放水的钱去入手还没来得及涨价的房产。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全面的通胀正在逼近，美国的大量印钞再被美国输送到全世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其他国家肯定也不会坐以代币，也各自悄悄地在印钞。全球大放水的结果，我大胆做一个猜测，从2021年开始，我们会看见全球商品价格通货膨胀，这时候现金持有是一个最差的选择，千万不要存有一丝侥幸之心，我们必须购买资产。美国的房产销售上涨了40%，而美国是这次放水的源头。我们来看看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同等量级的城市，澳大利亚的悉尼、美国的洛杉矶和加拿大的多伦多。悉尼的房产2020年至2021年增长了 13.5%， 而美国洛杉矶增长了 4.8%， 加拿大多伦多5月份的房价涨到了 30%。 什么时候会轮到吉隆坡呢？当然，就算涨价也不可能所有的项目都会涨，我们已经过了闭眼买房的时代。2021年是很可能的复苏之年，但也是一个分化明显的复苏，有的会反弹，有的会持续下跌。 K 型的经济走势势必强化贫富差距，刺激政策和低利息借贷将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意识。通胀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我们普通人想在 K 型走势进入上升的轨迹比较难，但不是没有办法，审慎勇敢做出投资决策，坚定持有，占据主动。好了，就说到这里，海外资产配置你也做得到。